OK，我们这次回到这个灰区战争啊。今天我们的任务，我本来想要打算说解这个任务继续解，但是这个黑人跟你算是一个医生的这个任务我还没解，最起初的，那我们就140、161、163都接，这两个都接好了。应该可以接两个吧，可以，OK。我们看一下任务目标，先看一下这个的。140、163，OK。我们打开地图，大的地图，然后我们找一下哈，140、163。140、163大概是这个位置。他要我们来这边干嘛？不确定，我们先过去再看看好了。那我们突入点从二号过去好了，会比较。从这边绕过去会比较好。如果从上面的话，会遇到啊，这边有援军，然后这边也有援军，我们要直接从那边切进去好了。然后这次带 AK，啊，发现我这把 AK 他妈枪的枪身上面啊，这直接秀出弹簧来，这一把没有装上去。好，我们配件都先带这样就好了。这几天这游戏有更新，更新结果好像伺服器有变稳，然后游戏的优化的话，应该还需要再加强，因为我是4060 Ti 嘛，然后 2K，然后它该支援的 DLSS 还有所谓的真生成的这个东西都打开来了。帧数才这样，还没有说很理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40系列的 NVIDIA 的玩家们，一定玩起来会更吃力。想这附近有没有敌人啊？我们先进入友军的战区，前面有两个友军嘛。先去跟他们会合，然后再跟他们拆开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要就去的地方。状态 OK。发现第一个，这边就发现一个，这把枪怎么好像一样？先拿他的弹夹，枪带回去一把。看一下地图，有一个友军想要过来，变数，现在好像感觉很恐怖呢。
刚才打谁？我乱开枪吗他？哎呦 ，AI 会惊慌就对了。What the hell？ 那个重警枪啊，怎么没死啊？16发。很纳闷呢，我的这把枪目前是哪里？好像是这里少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没少，我不管了，先前进。我们任务目标还100多100公尺。不好瞄。玩家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开枪射击，他会子弹会弹回来。我记得我第一集好像是被弹死，自己弹死的。我靠！被需要吗？我去 ！What the hell？ 我靠！哎、欸，我中手部呢，我就死了，为什么？现在赶快回来捡尸。shit。是哪里？后面。后面这边有枪声是不是？这边？What the hell？ 这次把我的宝贝 AI 枪拿出来。这边就要警戒了，这边。警戒也不是个办法，因为他们人也不见了啊。哇！哦，友军，友军，
哎呀，OK，check ammo，正式发。对啊，前面那个尸体不见了。OK，还有66公尺，我想绕别的地方去，那边太危险了，马路上太危险。这不是人吧？不是。没事，他只是叫我来这边缺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，缺个硬万，140163，前面。这个应该不是 check 任务啊，应该是他叫我去进的这间了，是不是？铁皮屋啊。不知道是不是？我们绕一圈看有没有路可以走进去。死路可以进去啊！死路！那应该不是这一节呢。啊，对了，忘了，任务有图片。我去过啦，还没打过啊，还有一个木工厂，因为我如果看图片的话是这间没有错吧？那牧场我大概知道是哪里了，刚开始进来的地方有牧场，哇！敌人追来了，敌人追来了，赶快离开！先离开这边。
去跟他们会合。山区里面有两个友军。这里，对啊，这他是说看这个我不太懂他的意思，他是要我拔这里面的人清楚是不是？还是要拿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我到目的地了，牧场啊，没有错。哦，可能要拿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这个没有翻译哦，真的不行。哎，他最近改版有更新语言之类的吗？好像也没有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尴尬。我不太懂，来任务来这边是要干嘛？任务来这边干嘛的？哎，是。刚刚我稍微用 Google 翻译一下，然后打这串字。他说，在这个镇上仓库中找到并并标记，我好像找到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那我是不是没有身上没有带标记的东西？是不是我要带一个信号什么之类的？这个我是有找到可疑的箱子的，在刚刚那个地方也是有。你说要标记它，我觉得要回去，我可能少带的东西。那这边收光是没有 ，OK， 先撤退好了。反正我大概知道怎么，等一下怎么进来。OK， 玩家在跟这个黑人接任务的时候，接完任务记得要看一下右上角这边有一个简讯哦。那这边简讯会给你两个信号标，我已经拿了，拿了之后呢？那会在你的角色身上系了系带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去我们要的任务。OK， 那我们就再次回去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回来这个牧场了。这个人该不会也跟我一样都忘了带信标？都重生了，要小心了。哎，但又死了。哎，这把枪好像比较完整。食物带着。等一下，我先看是不是放这个箱子里面啊。
对，放一个了。OK，蛮简单的。下一个我们就要去找。OK，Let's go。这一栋我们刚刚有去看过，我们要从这个边过去，看一下马路有没有人，应该没有人。这边有人，左边有人，不要过去，靠近就好。OK，我们从这边侧面过去就好。Yeah，我们先加进去之后，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个任务怎么走。OK，完成。先把门关起来。我觉得我们必须回去一趟。OK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我们把任务给交了吧。完成任务，我给的东西蛮多的，7样东西，4100，3个手雷，5.56次弹，总共有188。OK，任务完成了。OK，那我们下一个任务就。哎，我们多了新的衣服哦。刚刚解锁了。哦，这我们就看看了我们手臂，酷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下一个任务哈。